在看吻别的时候哦，冷不防被卡掉了，被卡掉以后啊，灯就暗了，突然变成眉飞色舞，会有一个妈妈桑把门打开 ，show time， 砰砰就锁起来了。那干嘛？然后这些女士们呢，就把制服脱掉了。嗯，对。然后会在你身上磨蹭这样。对。但这种店我就没去过。那你怎么知道？活灵活现啊！妈妈桑会自然。这种店我是听白云跟我讲的。郑大哥结婚前。因为郑大哥长得白白净净的，人家都以为他是同性。那结婚了以后呢，大家才发现原来他是双性。我从来就是就没有同性过。你喜欢梅花鹿对不对？那我以后烧给你。他日过很好，你知道他爸谁吗？哎呦，不要乱讲啊！你晓得跟我讲，我不用问。他是谁？哦，难怪我一看你就觉得你有富贵千金的气质，知道吗？黄作魁是你爸，其实我蛮仰慕他的。别的啦，对呀、啊，你什么时候仰慕他？仰慕他是谁？我一天吃一餐。地球上只有两样东西，一天只需要吃一餐，一个是圣达哥，另外一个是狗。狗一天也只吃一餐啊？怎么又来？巨林哥忘了你 FB 了没有？他还没有加哎。个人的 FB 好像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刚在弄，我不晓得。然后人家说要我加，我就加，就一下子就满5000个了。哇！有看到了，按赞。神女人。对。哇，大头贴好帅哦。那个是我要找名人里面 的衣服，我赶快让他知道我要怎么找。朝外太空，找到新天空。管他是名人送名人，只要凡是名人，你就是我魏连生要找的人。我们俩怎么投入？下半场要开始了，哪里要开始？我们要进了医院。哎，这笑声真的跟 MV 里面一模一样。我们要听到原版，好开心哦！不用去医院了，等一下我们去那个正南宫。没有，是我要拿药啊。正南宫这一盖就好了。我觉得可能要帮生物人转。你有被惊吓的话。去正南宫，我推着你过炉。现在是5点了。想你的风声多自然。给你们听陈奕迅的新歌，超好听的。你好像很喜欢陈奕迅的歌，我好喜欢他。这个我还不熟，大马好，对对我们不要搞得好像没见过世面一样，那就我们剩超多的，2300，还有2300，2360块，多的很多，绰绰有余。那我们买那个什么？买那个来庙里面一定要买金香，拜拜，波比一下。好，来，还有刚好这里就有人在卖了。OK，Leo，恭喜恭喜。
你好，你好，恭喜恭喜，我们是那个台式爱玩咖。有有，我还叫我们家小孩子出来看呢。是是是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，我们要怎么买？买一份就好了。看你要100还是要50都可以啊。一百好了，拜拜要有诚意，对，要有诚意，好不好？一百块，祝你们收视长虹啊！谢谢谢谢谢谢。来，加这个啦，送这个啦，买100送这一根可以吧？不行啦，那。啊，不然这个多少钱？80啊，80啊，插回去好了，80插回去好了。这个就好了，这个就好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哎，有没有觉得能量磁场都来了？真的，我感觉整个人都平静下来了。很平静。来，我们先放个地方。是放在这里就好。放这边就可以了，应该放这里就可以了。对对对。好好的，一人分12支。8 9 10 11 12，我这里12支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来多一支啊，我13支，怎么讲？还有，好 ，OK， 走，那我们先从那个正殿，向南高一点，正殿开始，从外面，小心哦。玉林呢？有看到吗？沈玉林，沈玉林，玉林哥，玉林哥，哎，你在干嘛？厉害了，我发现宝物了，什么东西？对，香灰可以做成这样子。哎，香灰怎么？香灰换这个东西啊，平安又环保。对，对呀，五轻五波比，嗯。立刻穿，立刻马上，立刻包波比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衣服不如我们，只有我们平安不行，观众朋友也要平安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呢就在这边送一件衣服给我们观众朋友。观众朋友平安就是我们的幸福。对，你能够平安到家，才能够平平安安看我们的节目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哎，我们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送出这件大甲镇南宫的平安符，妈祖沙十件够不够？十件不够，15件送给你们，立刻上网回答我们的问题，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大甲镇南宫妈祖的平安符，平安又环保哦，好吧 ，OK， 好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哎，然后这个大甲镇南宫拜完之后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那个台中，有没有？有个很有名的那个追分成功车站，去那边买个票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好，这样才会完整的，延续这个波比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走吧，你们有完没完呐？怎么了？去成功，然后买到追分嘛，对啊，就成功追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成功追分得分。现在都几点啊？现在这边到成功至少啦，最快都要30分钟，还有点久。对啊，还好啊，有点赶啊，因为我们还有行程要赶。啊、不然我建议这样子，去后里。后里有比较近吗？但是去后里干嘛？去吃饭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吃饭嘛。我们去后里火车站呢，买车票买到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买到内湾有一个站叫做富贵站。富贵？为什么？那后里跟富贵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有什么关系？猜看看你有什么关系？后里富贵，后里富贵，后里富贵，你把后里富贵。You got it， 好利富贵 ，You got it，You got it，You got it， 好利富贵听起来也很喜气啊。你讲的那个什么成功追分啊，然后那个以前那个什么永保安康，那个都是 old school 哦。没错，好利富贵，现在要好利富贵 ，Let's go， 好利富贵 ，Go。好，我们下面要干些什么？要去后里买车票，后里买到这个内湾富贵，叫做后里富贵，后里富贵。哎，其实这种谐音哦，有的时候搞错也会出事。哦，这是真人真事，有一个男生哦，因为女朋友生日嘛，然后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，就瞒着他呢，也去后里哦买了一张车票。回家以后呢，女朋友误会他说。为什么失踪了？为什么不见了？就以为说他去劈腿，然后一言不合呢，两个人呢就扭打成一团。扭打。女朋友失手就把这个男生给杀死了。后来警方来调查，从男生的口袋里面呢找出了那张车票。他从后里买到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哪里？买到台西，正好是后里台西。
燕君，燕君，你怎么了？我是一个好的笑转。我记得台西没有火车站，台西只有客运到了。台湾习俗不是说头七的话，那个会回来，会回来。对，可是有的时候也未必。我听我姐讲说，你不要讲，好恐怖，这条路好暗。是有点暗。但是这个不是恐怖的啦，我姐跟我讲了，我姐姐的公公啊，反正就是他哥哥过世了嘛，就等于大伯的也过世了，然后头七。过七天头七嘛，然后因为那个他公公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人，就召集大家啊，说人家算好了，说几点的时候啊，晚上八点的时候，大伯会回来，好，所以大家啊有感应的时候要祭拜这样子。好了，一堆他们家族很大，这家族大概二十个人，在他公公带领之下啊，早早就拿好香那边等。那就等了很久，大家都已经有点不耐烦了。看时间已经过八点，已经八点半了，就是没有感应，你家怎么办？后来他公公也很威严哦，他公公看手表，8:40了。大哥，你回来了，大哥，然后后面的根本都没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大哥，你回来了，你跟着喊，啊，好啦，回去睡觉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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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记得是50岁，很年轻。他最后那两个礼拜，他又回来陪我奶奶，每天都陪我奶奶。然后他那个时候身体就非常非常的虚弱，然后我记得都坐在我们家那个沙发是1、2、3的沙发嘛，1、2、3个那种沙发，他就每天都坐在那个一的那个沙发，单独那个沙发，然后他就坐在地下，因为坐在椅子上太痛了，然后他就在地上，然后用爬的啊什么啊，吃饭什么都在地上。有一天他就走了，走了以后呢，因为我妈不是看得到嘛，因为我们都住在一起，走了我记得是第3天还是第4天的时候，走出来之后，我妈走到客厅之后停下来之后，我妈正要往客厅走出去的时候，我妈又往后退2步，然后她的眼睛又没有看我，她就这样子看着前方，她这样往后退2步，然后我妈就在那个，她用手旁边比这样子，不要叫我们不要说话，然后她就看着那个我们家那个我姑姑最后坐的那个椅子，就在跟她讲话，我妈跟她讲20分钟，哇，好久，就说阿健你回来了，你那没穿衫，然后说，你有好吗？你刚我看没听，我现在看到人啊，只要坐在地下。就算在我家，我让我老婆在我家里，然后吃饭有时候不坐椅子坐地下，我都说你可以不要坐地下，我会怕，我会怕，我会有阴影那个话。对，会阴影，会有阴影，因为我姑真的很疼很疼我。你老婆坐地下，你就说阿健你在哪？我们裁剪优秀的员工，今年好机加的，你认真一点，真的不要一直开玩笑，我讲真的，你要不信？还有400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们一人分100，没有，还不止，还不止哦。好，那我们一人，我们年轻的一人拿100好了。一人拿100。待会出车的时候，100的，看谁说不对。要不然呢？你要全部拿走，全部拿走，管大哥对不对？他就把你自己给他 A 点钱。